啊，拄拄较清气，要搭静思仪。好，对，造福人群就是福也家己。你遮遮一个好所在，要搭一个好话无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啊，即阮迄师姐家己做的迄个福袋啦。哦，谢谢。好，啊，家己祝福吼。哦，谢谢。问世33年的静思语，曾在2001年美国911恐怖攻击之后，触动慈济人发起一人一善活动，包括积极分享静思语，之后发展成好画一条街，还画作现代春联。慈济来换哈，除旧布新，好不 好？你看你们是造福人群，你看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大运，哪有可以去哪里？没有，每年也是这两个地方。两个地方，好，对啊，这一张最棒。一整年哦，疫情这样子啊，说真的，还是要有一些这种正面的力量，人才不会有消沉。对对对。走访竹围社区，店家张贴与顾客结缘，也成长了自己。然后给小孩子，因为有一些近视语的话，可以让小孩子就是潜移默化的感觉。福至善人家，哎，别乱。大爱新闻，接下来美职工黄耀庭台北报道。